瑟苏，其实你能来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到了。那我进去了，今天谢谢你的晚餐。我的晚餐不是你请的客吗？我请客你买单，这很公平啊。下一次的话你请客我买单，我们两个不就扯平了吗？还下一次啊？下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你去国外多久啊？顺利的话一个礼拜吧。也就一个礼拜嘛，说不定很快就回来了。好了，那我先上去了，你一路平安，拜拜。小苏。啊，算了，没什么。雷大总裁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干什么这么吞吞吐吐的？我想你明天能不能去机场送送我？我送你？为什么呀？小苏，我们两个已经接触这么久了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我知道你现在应该很难做这个决定，但是我愿意等。我明天早上10点的飞机，走了。我在国外这段期间啊，公司的事情你多帮我留心点，特别是娱乐城这个项目，有什么事情一定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，那雷总，真不用我送您啊？不用，有人送我。雷总，我感觉你最近有点不一样，心情变了，笑容呢也多了，不像这之前哈。你说你那么严肃，我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又胡说八道，做好我交代你的这些工作，免得回来我收拾你啊。Yes sir。 拜拜。
别动，你慢走。一路平安。小苏，其实你能来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